了所有的单打比赛25场比赛。哇，漂亮！樊振东呢是。好球。小的运动员也很优秀。看看樊振东。是吧，他的。漂亮，这球顶得漂亮，好球，这个就发挥了左手。漂亮，稳住，稳住，好球。过来打右手的时候再正过来，他位置要调的，漂亮，比较放松，漂亮，9-9，对啊，王子钦胜局，漂亮，哎，快撕，王楚钦的正手大角度，有道理，你看这个球打出回来，对，你这个角度撕不过去。好的，准备不足。小将陈幸彤，许昕输给周凯，哇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出色，反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，你看他反手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。哎，下手，对对，小的他不一定，对，多一点这种球，哇，哎呀，准备回了，准备再来，对了，哎呦，7-6，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哎呦，好的。对，扛住，扛住，哎呀！这球发，老将，对，有了，发出来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10-8，导致他，比如说好一个，坏一个。打不回自己的套路，太平淡，要打回来，对，对，机会来了，对，好的，机会来了，拉住，扛住，哦，哎呦，哇，5-4，才是他最后制胜的法宝。对的，对，好球，差边，比分打成了9-5，拉起来，扛住，哎，慢慢我估计会摆正的。往下降的时候状态，好，来，7-7，这样樊振东7-7胜第三局，拿下了第四局。好的，扛住，扛住，扛住，好的，好的，再来，拉住，2-4，漂亮，你看他这板球，反正好的，
哇，减少失误，摆短，挑打，连续，漂亮，直线，扛住，扛住，好的。漂亮，好，哎呀，这球俩人要过，9-7，好的，哎呦，漂亮，贴住，好，扛住，对。好的，还有直线，10-9，要远大于王楚钦的。好的，好的。8-10，开大仓，关键跟四局那样，敢于出手，敢于发力。漂亮。的一些范畴，拧了，相持，连续，好的，漂亮，好球，拧了，拧起来，你看这球拉起来就。好球，正短挑打，哎，7-5，这样樊振东7-5拿到了，这场处理的有点太随意了，这个球他挑